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三阶段，这个已经迎来了中韩主将的对决了啊，曹老。今天我们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曹大元老师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这个应该说是非常这个瞩目的一盘棋，科申大战。是的。而且呢，又是在这样农心杯最终的这么一个中韩主将对决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啊。对，其实我稍微纠正你一下，还不能算是最终。这个可能我们也都习惯于最后总是中韩对决，对，或者不管团体赛也好，个人赛也好，因为日本队的话还有一位，对，离开世界比赛决赛的舞台太远了。其实是这个日本队今年因为景山裕太的发挥特别好，所以他现在已经处在坐二望一的状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比赛的实时画面。我们中方的主将柯洁九段登场啊。对。那么今天中国和韩国呢都是等级分第一人这么一个对战，是不是？对，现在这位是申真旭。申真旭呢最近真的是战绩比较恐怖啊。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对。对。就是在这个国际赛场上已经是20多连胜了。从去年到今年是对中国棋手是22连胜。哦，这是一个统计这么详细的数据。这不是我统计的，有人统计出来这个数据了。总之这个成绩是挺恐怖的。对，让人觉得他的对手也都是中国的这一流棋手。是的。所以他这个成绩这么好，我们看他这个棋的内容确实也是非常的出色，是不是？就感觉这个每一手棋啊，这个和 AI 的这个吻合度非常高，深工智能名不虚传啊。对，那么大部分的话，它棋的内容还是不错的。当然，就是在这过程中吧，应该也是难免会有，就是说形势不好的棋或者下的不好的时候，还被它翻过来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好的，那么。今天比赛呢也是在今天中午1点钟哈落子的。对，北京时间1点钟。好的，那我们还是先跟上这个棋局好吗，曹老？好的。经过拆先，那柯洁九段的黑棋。这个比赛规则是用的是韩国围棋规则。对，因为农心杯是由韩方来主办的，所以呢，黑棋6目半，所以这个对执黑的一方来说就还好，不像踢7目半那样，一上来就亏很多。对，您说亏很多，就是说是个胜率上，对，胜率上亏很多，是。那么贴六目半的话，这个胜率来说基本上是5-5，基本5-5，对。好像白的是不是还高一点，高个0.几？零点几，这个就可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是，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这个一间高价。一间高价，对。我刚才看到他这个在这个野狐微信网唐伟星九段直播的时候还爆料了一下。说柯洁九段今天提前20分钟来到了这个训练室。先用这个 AI 摆了一下这个变化。对。先提前做一下准备。但是呢他摆的说是就是跳或者是飞是吧，飞这个。对。但是实战当中训练去九段是。下在了这里，完美的躲过了，避开了啊！这个本来的话，就最近比较常见的，的下法就是白的跳，贴着飞，然后白的是加在这或者加在这。这棋就是近来啊，蛮流行的，并且 AI 的判断呢，跟以往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跟以往我们人类棋手的判断不太一样，以往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当时受的棋理的教育呢，就是说只要黑的这一出头，现在当然 AI 这手棋是让放在这儿的，这应该说比这个好一些。这个我们当时就说是走这个，然后呢让白棋压四路，就非常简单武断的就判断，只要白棋往四路一压，这就黑棋好。但是现在其实实际上是
把这个结论是反过来，这觉得这个变化应该是白棋好。啊，就即使白棋叫压四路，哎，就是也可以接受，是吧？对，是，就是白的就只要简单粗暴的这么压上去就行了。AI 的判断是黑的这两个子的效率不好。哦，是因为离白棋这个后手有点近，是吗？所以呢，这手棋呢 ，AI 的推荐是在这里飞。哦，离他远一远一路，远一路会好一些，但是白棋也是完全可下的。嗯，就如果说白棋还继续压，啊，对，是就是还是继续压，那么这个子肯定比放在这边要稍好一些，稍好一些。嗯，但是这个图也是白棋可下的，所以在赛前的话，就实际上就今天开赛前，嗯，一点之前的话。一起研究的就是这个图，就是跳出来之后，白棋就是反夹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小孙真是挺绝的，他也有准备，他是直接就反夹在这里，对，他这个也挺机敏的啊，嗯，避开了这个套路。这手棋从后面实战的进程来看，我觉得白的是可以满意的。他黑的盖住，白的就是一压一挖，嗯。这个棋是不是就是那个白棋好吗？打出来，打出来只能长，嗯，绝上。下一步有点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不是吃还是吃可能不是太需要吃，但是不吃的话是这样，吃的话，嗯，他有以后有个很严厉的这个作战的棋，对，就是你监住我的话，我就直接就蹦蹦的往外压，但是呢，你走这个呢，你本身已经缩回去了，嗯，白棋可以压成这。这白棋挺广的，追求效率的话呢，可以压这个，然后呢是这种地方再开拆一个，这个是一个图，对，我现在这样看呢，也许白的是可以下这样，至少不会亏这个图，所以实战的话，黑的是打在外边了。打在外面的话，接下来这个变化好像不白的挖着，我第一感是觉得白的还可以啊，哦，嗯，打到，嗯，这拖是好棋，如果不拖是打这里的话，打这个是俗手，就是俗手了，打这他就接上，就接住啊，哦，你也只能搬，啊，就形成这样的结果，这肯定显然不如实战，嗯，我们看一下实战上的效果，这个拖的效果，这个时候呢。黑棋假如接的话呢，白棋就算接，也比打吃一下被黑棋这里先和打吃一下要好。嗯，这个图形黑的不是太好。另外白的也还可以像实战那样下成这个地方。对，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就黑棋如果要走的话就还原了。对对，走打黑的也不亏啊。嗯，另外白棋是有可能还接到这的。接住的话紧住了黑棋一气，对，并且你这个走不着的话，以后我一搬你很难受，你不太能挡，嗯，挡的话这个断点就成立了，对，所以这个图被白棋拖在这的话，我怎么样都觉得是白棋好一些。嗯，那现在黑棋似乎也是实战的选择也对，大致也只能挖，因为你不能搬这个嘛，不能搬这个，这个显然是被这个打出来了，是的，打穿了。然后呢，本来棋形上也有这个的棋，嗯，但是现在白的退啊或者搬呢，啊，这个白棋的效率也是比较好的。是，我们刚才老一直强调这个地方哈，粘一个可能是一个好形，对，这是个形，是个形。但是为什么是粘的好？这个是好形的，后面的实战就可以发现了，嗯，是吧？嗯。为什么强调这里要粘着？但是我们反过来看啊，嗯，就这个棋形，我觉得可能白的都不错。就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嗯，
因为本来你想啊，作为一个就是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我们还原一下，反过来判断一下，这个有个斑的，这样长，是有一个这样的定式的，然后现在呢，变成我这里是冲了一个，这是不好，但是我这里是跳回这里的，这个棋形还是挺扎实的，对，这棋形比搬在这里要好。本来是我最多能开拆这里，现在在这里，并且这个在拆啊。最关键的你还压了一个，这是一步恶手。所以这个图形如果像这样的话，显然黑棋是不能接受的。是。所以它是实战是下的照了。实战是形成这个结果，这就是实战的进程。挖接白棋退黑棋，这个图形唯一可以得到一点安慰的就是黑的这个力。是一个先手，对，先手便宜。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棋形啊，第一，白棋的方向很好，就是这个拆这里的方向非常好，就是把黑棋就是在左那个右边这一带的这个潜力给消掉了。然后白棋本身很安定，这个是个活形。然后黑棋的话，这个棋形或多或少。还是有一点缺陷的。对，后来实战就是这一家，是吧？嗯，是一个好点。那这绝不来说下法多了，我比这个也先手要断，甚至于有的时候一定的场合下直接就有断。直接切断。啊，这棋形黑的不太厚。嗯。好，实战，黑棋点三三。嗯。白。嗯。这个是作为一个取地的一个定型了，连扳。当然，这绝不走别的，也都是定式。实战这是简单的一个定型。对。把黑的挂一下，而且飞。这个棋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那种定型的方法了，这都是局部的定式。对。然后白棋跳。对。黑棋跳起来。这个盘棋开局，我看两位棋手都是落子如飞啊，下得非常快啊。对，后面会慢下来，他们也可以预计到，胜负还是会在后半盘决定吧。这个对，这农心杯的用时规则是每方一个小时，每方一小时之后呢，然后之后是多秒，对，60秒一步，对，一分钟一步棋，不能超过。对，没有保留时间，没有保留时间。所以现在我发现这个申军旭九段啊，他之前的这两盘棋也是，对，前面用时啊，速度很快，前面快，对，慢下来，他主要是要把这个时间放到中后盘，对，是吧？它这也是一种时间的一个公式啊。是。那柯洁九段其实也是落子很快的，他们用时是基本上是相近的。对。好像下到这个时候，白棋用时不到一分钟，30多秒。是吗？对。真是熟练。实际上，这个脚步这个定型啊，还是蛮少见的。嗯。至少我是头一回看到这个棋形。对，是。我也是，你也是，不过当然我们两个人都不算很用功了，当然也许出现过啊，那就是即便出现过也是比较少的，就是这样比较罕见的棋形，申正旭就用了30秒左右的时间，觉得还是挺不可思议的。好，接下来，嗯，现在白棋加，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一带呢，黑棋啊没有想象中那么厚。是吧？因为这个加确实黑的挺难受，哎，他两个接都不太好。然后接在这儿的话，黑的就可以往这一跳。对，如果接在上面，我就立就可以了。是，这两边总是被便宜了。立完，这个棋形可能拆三拆二都可以拆一个，这个应该白棋效率好。黑棋这个就是外边走了很多个。没有木的棋，这肯定黑棋是很不肯的，嗯，这边都是单关，但是就是这一家第一感是不愿意这种单接，是吧，要么就是虎，对，就是不好，是实战的黑棋选择是虎在下边，
对，那虎上面不成立啊，那能虎上成面立肯定那不个地行，方，对，虎上面都因还为被它雨打打在湿，街上了，就粘上就行了吧？如果狠一点，说不定还有这种棋。对，这个角感觉有点危险了。已经很危险了，不是有点危险，大概要被白棋吃掉，所以这个上面虎不行，下面虎的话，那么白棋这个对断打先手，但是感觉也。白棋好，对，也很黑棋也有点难受。这一带三路子太多了，是不是还是单粘呢？曹老，单粘，难道他是跳？他这样，你现在如果接上的话，这个很也是很委屈的，这是黑棋不太肯的一个原因，是吧？你如果不走的话呢，也不走也没什么走的。就相当于现在这样的话，黑棋这个拐和白棋断交换。对，黑的可能还情愿这两个交换，因为黑棋有明确的下一手，这个也比较好的下一手。就是你现在走这个的话，白棋真不一定断你，白的可能就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暂时不交换，这两个不跟你交换也有可能的，甚至以后走的时候可以长，也有这样的棋。对，你这里黑棋接回去的话。始终是很难受的，一个单关接是吧？对。好，我们实战，实战黑棋虎，白棋打，打直接上，白棋虎一个，对，黑棋打起来，现在只打起来。这个定型，白棋现在暂时还可以在这局部脱先。这四颗子怎么样？大吗？曹老，需不需要跑？那当然，首先肯定不能就算死了。刨还是大。但是你被白棋下一个的话，你就死了。加一个，甚至于拐一个，你也不能动弹了。拐一个。这一带黑棋这几个字跑，不知道形在哪儿，是吧？形是两个形，棋形啊，一个是压。压的话就是对，凑白棋一虎。对，这样。但是好处是黑棋能够快速的出头，出来，对，对，快速嘛，还是也挺难受的。白棋当然，如果正面作战就出来，弃子就这样，也很不错。还有黑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接，反正无非就是局部的话，黑的要跑这四个，就是这两种想法，这两种是棋形吧？就是黑棋要考虑的话，大概是这两个方向。白棋的局部要下的话，应该是拐一个比较好。因为这几个你硬要跑的话，这个跑起来有点，白棋是不是就夹住就可以了？了对，你提我就给你了就行。对，你要提就粘住。对，这个跑其实就跑几个杆子，比较小，所以比较小没关系了。但这地方白棋也暂时可以看清，不走了。实战白棋脱先了。对，走了一步大场，这个是一个大场，速度比较快。黑棋在这里憋了一个，立位有点意外。这对，因为逼在这儿，这串白棋其实已经是一个活形了，是吧？比较厚。对，肯定是比较厚。那么对他这个影响，对白棋影响好像并不是很大，并不是很大，确实。所以逼在这儿，其实大家比较意外，是不是？有点意外，但是可能黑的也比较难下，现在不知道下什么。我看 AI 推荐是这里尖冲，这里尖冲，那 AI 推荐可能也有它的合理性了，总是。好，我们看实战，它是逼过来，逼过来。打入，这个又是一个乱战了。对，这个显然是瞄着这里角力的这个靠，跟这个靠，甚至于跳下来，这三步好的点，就是这口棋之后，白棋有三手，离他就是一间跳的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跟这个位置来说，这都是一间。
当中割了一个，这当中割了一个，这当中割了一个，这三个都是白棋的好，都是好点。嗯，其实当时黑棋这个拆，大家就觉得有点意外，有点就是在有点意外，因为这两颗黑子呢本身不厚哈，也不厚，那白的也比较厚了，所以你离它后势这么近，嗯，对，是的，不知道它的用意是什么。嗯，好，现在白棋打打入，黑棋靠出来。嗯。嗯，哎，挡住，挡住之后，现在白棋靠，嗯，白棋靠，其实白棋，嗯，如果直接压过来，是不是也可以啊？也许还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吧。因为黑的还有可能啊，嗯，就这个地方，这个局部它黑的是可以藏过来，嗯，白的接接住啊，黑的黑的是可以啊爬过来，对，爬过来还这个好，能爬过来好一点啊，就这个，因为这里还有搬出来，嗯，所以白棋没下到什么，不是太满意。另外，黑的还可以这里先加攻击你，攻击你这三颗子，嗯，我这边有个子是吧？啊，对，如果走开的话，这个，这个应该是先手，肯定受不了，那黑的再走一段，哦，对。就看你现在是凹路过，嗯，还是出头，这个也有一个好点这边，嗯，那么白棋这个靠的意思呢，他假如搬过的话，他是想干什么？搬过他水怪吗？我在想他是不是就是这边等于多一个虎，虎他就立了再压，那好像也还好吧，我本来尖顶的话这白黑的一百分之一百是走这个的吗？真的不一定，哎，如果是他也是立的话，那么，啊，还没必要虎是吧，啊，我觉得我觉得有可能断，直接断，对，直接断，因为我也是利呢，利的话他的下法就多了，这个没有，嗯嗯，利他这个地方好像有打了过势的棋，怎么觉得利，或者就把你冲断有没有，好像白棋的手段多一点是吧，或者我可以过一个，就是我好像不敢吃在这儿了，吃在这儿被一冲你不会下了，吃在这儿是吗，我只能吃上面是不是只能吃在上面，在这儿我好像也有这样的棋，打住吃，嗯，这个薄，这个气氛不太好，黑棋它有一个段，嗯，因为黑棋吃在这儿的话是显然不太好的，白棋可以在这滚过包打打过，嗯，所以黑棋的话他可能就白棋就虎一个断一个是不是，就就是这就虎下来断一个是不是，也行啊，当然也是可以，也没有说就不可以吃一个，啊，就吃了，立一个之后有个点，嗯，他现在可以先，嗯，这白的也可以也行是吧，嗯，也行，白棋先在这边便宜一下，能走着白的总是好的，嗯嗯，黑棋是立一个这地方，嗯，对，黑棋啊，对，这里先立了一下，这立反正打将，有力没力，不是打将，现在还是，对，现在不是打将，还没有进入多秒。AI 的话，经常会在莫名其妙的时机在这里立一个，就这个这个找一个节奏是吧？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是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立了一个，嗯，经常。然后黑棋在这局部是下出了一个比较强的一步棋，嗯，哇一个。当然，刚才种种的变化，白的都能同我，所以他就走了这个哇。
但是挂的话白棋在下面打、嗯、对，这个白就挺实惠的，是啊，然后再虎，虎对，这个是先手压下来黑的死了、对，这受不了，这太挡住了，黑的只有拐，这白棋的下法确实是挺实惠的、嗯、这颗黑子有点已经有点危险了，对，就是不太好跑，因为黑棋要跑这个子的话只有跳一个，嗯，然后白的可以打一个接上，白棋接上，黑棋这两个子特别苦，特别苦，对，白棋并且这个地方是过的，一拖就过，他这个顶是先手，等于顶了我们要搬过了，嗯，就是你哪怕黑棋先刺到也没刺到也可以顶，嗯，白棋也可以顶过，所以这棋黑的并且被跑起来太苦了，太苦了，是，所以没好棋形，这个就是纯粹自己在跑孤棋，嗯，就算白的顶过你都没什么便宜，这个有点 不肯，所以这一时半会的黑的这颗子还不太好跑，所以黑棋先要在别处啊制造一些头绪、加先攻击这三个字，这个是本来就有的、这个加一直存在的一个好点，因为黑棋现在比较这一代比较强大、白的就迂回了，就是走这个，那么黑的、这几个交换总是便宜的，当然黑的理想图是最初能如果能够尖冲跟他这个交换一个，那黑的太好了，这个当然走不到，好，接下来黑棋也是用了一个夹，和这个夹有点像啊、和下面这个白棋夹有点像，他对，现在夹在这儿也是试试应手，如果你敢长出去，那么黑棋要断了吧，因为黑的长出去的话，黑的长这个就便宜，长这个就可以了、我不用断，断的话你是可以把我这个冲掉，你先拿了实控，然后在外边还在跟我战斗，这条黑的如果走这个的话，白的还可以不马上走啊，可以先从这里出来，我点一个从那边出来，对，这个还是藏一个好，不，他藏一个不，因为这个是打吃是先手，如果打吃看到先手的话，黑的现在应该不会这么老实接在这里，对，是吧，实战他打了吗，他没有 打了，直接虎、直接虎，直接虎，黑棋打吃，白棋接上，黑棋这黑棋是想在这一代成控，对，西王爷在这一代，但是中府这个还是比较对虚啊，漏洞还是比较多的，对，刚才曹老说如果这边多一个交换的话也会好不少、对，所以这条线还没有，这个线还不完，对，还不完整，然后中间这个间隔就比较大，这个随便白的肯定就出来了，这都能出来，白的肯定这空也不是很好围、不好围，那么白棋呢先捞一票，飞下这儿，白棋是飞这个，白棋还想围的大一点啊，他其实这边跳一下是不是也吃的比较稳妥，他是飞在这儿、这个是太稳妥了，太稳妥了，还是要积极一些、对好，他是搬，这个地方能断吗，啊，断上去啊，断下来他有这个，这里面他可以挤吧，这个是能粘，让我搬过了，能听吗，没问题，但是这里跳一跳，还要跳一跳哦，对，是有可能这个真有可能，对，这味道确实不好，
或者白棋根本就这个棋形来说，白棋根本你搬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断。但这个棋形啊，实际还有一个想法是可以搬着这儿的。那、哦、搬一个也挺紧凑的。怕走这种，他因为不会怕他断吧？断他可以打吃这个。他会不会是就压过去了？怕黑棋在这里出动了？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嗯，这个地方是一小间，总是还是有棋的。对，这个是有可能。嗯、所以他走在这，哎，还是想要照顾到这一带，对，兼顾一下这边。嗯、看看实战黑棋的下法。这个就还好了，我觉得。断上去。白棋这个图形应该还行。嗯，断的话，白棋是拖。嗯。一拖，这里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没有吗？是不是没什么味道？这个这里，如果你弯，它就粘住。都给我走刀是吧？对。冲。都给我走刀，嗯、这个也都想走刀。对，这都是黑棋的权利。打吃接。打吃就接住。嗯，棋不够。黑棋棋不够，是吧？你就黑棋不够，黑棋不够，你这个吃在这儿，它挡住不入气，棋不够是吧？黑棋对，就是唯一要小心的一个陷阱，就是黑的在这里打吃的时候，你要接在这里就行。对，你如果是这么收气，你有可能会被他扑一个。但是现在扑提扑总是有问题啊。扑这个扑提，我吃这个。他能不能提吃在这儿？嗯，我提，是不是白的也行是吧？白的能搬先搬一个，这白的也行，也蹭住了。对，但就是总而言之，你白棋杀气本来就是够的。对，顶一个就是够。这也是。白棋当时敢飞，他肯定把里面已经算了。对对对对，这个简单的去算还是？那是肯定的啊，这个肯定是要算 的。这断完之后，假如气不够的话，那是不能考虑的。嗯。那以后黑的棋先下黑的就只能打吃在这里。嗯，打吃在这儿，黑白棋是不能粘了，是吧？对，白棋可以立一个，是吧？立一个。嗯，黑棋还有一些官子便宜在这里啊。嗯，对。但是白棋现在这两个子贴在这儿，这四个子现在还好不好出动？嗯，不太好出动。嗯，不太好出动，受到一些影响。这个围在这儿啊。这些白的比较实惠呀、啊。嗯。我现在局面呢，其实还早。还早。还早，还早。早是还早，但是白的好下一些，我觉得。白的好下、嗯。这个棋，也目前棋局进行到这儿的话，也不能说已经进，不完全不能说是柯洁的步调。柯洁并不是说很擅长于下这样的棋的。嗯，您说是这种对围中控这种棋。这种格局对、哦。反过来说，小生下这样的白棋还是比较擅长的。白棋现在比较实惠是吧？对，捞了不少的实控。对。嗯。不过我们也是最近呢、虽然说这个深圳许九段这个胜率非常高，嗯，但是我们通过看他的棋，他中后半盘也很强，但是并不是没有错啊。对对对，经常错，对吧？这个中后盘也是会犯错误的。是的，所以不是说总会有机会。是，总会犯错误。对，是人总要犯错误的，就看能不能抓得住了。他对，并不是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实际上也会犯错误。嗯嗯。好，我们看实战。掉在这也是想不到的一个地方、这个点。掉在这里。因为这一代我们知道这一代其实白棋气紧哈、是。黑棋这个搬基本上是一个先手。他就看着你就看着你搬着先手。他搬他就把你吃掉了。
就假的假设下成这样的，对，下成这样的棋形，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调，刚好瞄着这个断点，对对 对, 对，是。那么黑棋呢，也没有必要先做这个交换了，它是靠。他这个搬下的也是挺强的，是吧？搬这个是吧？搬这个，因为黑的很明显，这虎是先，然后不就断掉了吗？断掉了吗？你是看到什么呀？你真的是要这么出来吗？我估计他是这么很乱，应该是这么准备的，很乱，就是等你断上来，对。我们看看柯洁有没有断了。柯洁他是这样，他没有直接虎，总是要断， 对, 对，但是他是先走这个，走这个，然后再断一下。他认为这个拐了断比直接虎一个借用多是吗？可能稍微好一点，但这个时控现实是损的，对，他现在然后再断，对，还是再断在这，上边不好说，就单黑的是单搬还是像实战这样定型好，不好说。这关键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实战以后的进程会形成什么样？对，主要是现在中府的这个腾挪了，看白棋怎么样来制估。哦，这个棋，他真碰上来了，对，就是靠上来的。这个棋局就开始进入了精彩的阶段，对，这个有点退缩，退缩啊，立这个，怎么着也想往那边走，拼到这个地方，藏出来，走啥？他会不会藏这个？是吧？这个藏应该是白棋的一个权利吧？这个藏熟是有点熟。其实如果真这样的话也没什么，你本来就可以走的，藏一个先手，打一个藏一个先手，还原了一个，这个往难道他是怕白棋往这里搬？也有可能，连根给你洗了，是你如果退的话，他藏这个是先手，这个反正就在这一赌胜负了。这白棋看起来这白棋这五个字不会死，当然。不会死的反面就是这棋吃不了黑的就坏了。这棋如果白棋活的话，是活在黑棋这个空里边。那是啊，那眼看着就。那么黑棋全盘的这个时控不行，立刻告急了。不行，肯定控不够。对，对。所以实战黑棋是，但是黑的退在这儿的话，退在这儿的话，是不是也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啊？留有余地，但是留有余地，白的只要处理好，就是这两个子的话，黑的全局失控还依然还是有问题啊。长先手，虎，白棋虎一个。昨天看小生和日本副帅的对决的棋友，可能有点印象，昨天。就是申正勋也是执白棋，他最后一步棋就虎了一个。哦，于正棋哈，啊，于正棋虎了一个。这个当时是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棋形，但在别的地方，这有两个，然后他虎了一个，就宣告大快做活了。好，现在黑棋吃在这儿。这个黑的在收兵吗？收兵的空能够吗？黑棋靠，这个是黑棋的权利，靠完再虎一个，对，但是他倒也不亏，虎完之后，黑棋现在把这边吃回来，确实黑棋是。收控有一种收控的感觉，有一种收控的感觉，但控我的觉感觉是不够的。那好像黑棋还是不想在这里跟他这个一决胜负，是吧？决一死战，觉得这个还可以，战线可以拉长一点。如果说实战，如果说要强杀的话，
强杀，最后没有吃掉的话，可能这个局势会不会就不太好追回追赶？对对，那但是现在也是比较慢慢下。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一种制胜的态度了，嗯，另外一种策略了，另外一种策略，对 对，所以就很难说哈。是是是。这就是一个判断。打吃接上。嗯。那这地方来了吗？嗯。接上。打吃什么？现在中府白棋这几个子啊。其实白的还是要稍微处理一下，白的有联络的，对，有联络，但是这边也有联络，也要处理。然后还瞄着你呢，他这手棋挺坏的，挺坏的。嗯，这边要瞄着拉出来，黑棋再防守一步。对，黑棋是补这个。啊、哦，这棋黑棋补在这儿，他不愿意这么吃哈，这么吃、哦、那太对效率有点低，他是补在这里。但是补在这儿的话，白棋把这个跑出来了，尖出来。白棋反而反攻倒算了。哎，白棋其实白棋没关系的了，走这个他、嗯、他去走这个就行。哦，他去那里吃过，你要回去那我多几个子，我在东间后了。这地方有几个的话，白棋有的跑出来、嗯、甚至有的时候是可以搬这个的。对对对，有这个搬。你要接上。他还得接回去，再接回去。嗯，这个黑的没有完全后。那他那黑的是不是吃在这儿？将来也有搬。就白棋黑棋如果吃这个的话，白棋粘着先手，将来也还是存在一个搬。对，是的。这地方，这叫白棋怎么下哈？嗯、所以黑棋呢也没有这么简单的来吃回去，进攻。好，我们现在也就跟这个棋局同步了，实战就是下到了这个档、哦、就我们跟他们追上了，对，追上了实战，完全一样了。现在我这个形势黑棋比较艰难，看看现在用时啊、白棋还有12分钟，黑棋还剩6分钟啊，嗯，还算比较接近，总的比较接近，对，就差了6分钟，对。对，所以你看这个申真旭九段，他这个棋很厉害啊，他用时也特别的快，所以这作为他的对手，你坐在他对面确实压力很大。棋熟啊，他的棋熟、啊。太熟练了。对。嗯、你刚才你看的布局好几十手棋，并且还出现了比较罕见的棋形，他就用30秒。30多秒啊，这太吓人了。对。啊，就秒拍是吧？我有过一次看见他的一盘对局，就下了50几手，还不是每方一小时的棋，嗯，是应该是2小时的棋，嗯，他只用了1分半，就他前半盘太熟悉了，太熟练了，对，平时、嗯、练的比较多，用功的程度到了，嗯，这样的话他就把这个时间都可以留在这个中后盘，嗯、这个用在这个刀刃上，对，他这个棋现在。黑棋的话好像也只有顶断试一试、嗯、顶断是吧，看看，因为白棋这样的话这黑的全盘是50目现在，嗯，空我远远不够啊！现在，如果顶断，嗯，断顶它也不能挡吧？挡了被断，是不是会不会有点麻烦了？对，是不是也得冲出去？是，嗯，冲了，退，对对对。那将来这个不，也可以先搬一个好一点，先搬。以后吧，可能他冲了，走先问一下是吧？对，先问一下，你这时候如果走这个时候，我再冲，冲对，冲我就再退。这个扳挺讨厌的。冲我就再退。一个
这样的定型，这样的定型，我也觉得白的可能也已经够了。白棋是不是这样转换？这样转换白的就够了。把这个拉回来，这个转换是不是白棋减明了？对。是。嗯，现在黑棋在考虑当中啊。但这棋白的好像还能扳住。你断的话，他跟着你打吃。嗯。往你缝里往里冲。没想到这个画面，柯洁九段也在这儿，在长考是吧？在长考。在思考。对，双两位棋的时候。现在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他们的计时画面。对，实时的。实时的画面。那真是下面这个深真是九段啊，这个对局神探。对。这个00后棋手 ,2000 年今年21岁，柯洁九段24岁。今年要22岁了。对，还不到二、啊、对，还不满22岁。他几月生日？他三月份的生日。三月份啊、嗯，那差不多就快22岁了。差不多了，22岁了、嗯。对，相差三岁，两位棋手。这个、嗯，这两位真的是，这个江湖恩怨也不少啊。他们这个之前，对对对交手了18局。嗯。柯洁九段是11胜7负领先。啊、嗯。但是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申真旭最近在进步是吧？在进步，胜率提高，而且这个追赶的脚步很快。啊。啊嗯。小三，小三，我觉得不知道是别人把他统计的，他自己想出来的。嗯，我觉得他也挺坏的。这个昨天那个赛后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柯洁九段在农心杯就这个比赛中，嗯，从来没有下到过两局。我想一想啊，因为柯洁九段基本上，如果他主将出战的话，一盘赢了有，输了也有。就是没有过1胜1负的时候，或者说没有过两连胜，柯洁九段。柯洁九段是这样，他是、嗯、今年是第七次下农心战。嗯。农心杯对第七次。是不是有一两次就是他躺赢有过两次躺赢。啊就是。是吧对。有过两次也当在主将也赢过。赢过。哎。主将是不是也输过主将因为上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输的。上一届是特别巧你知道吗上一届他就是跟这个申真旭。嗯申真旭九段。这个柯洁九段的画面。上一届和申真旭的对局日期就是今天 ,2 月25号。就一年前的今天。啊是吗对。就一年他们没交手吗嗯、维甲中可能超过对维甲交手过就是农心杯上农心杯就上一届的恩怨、啊、正好就是今天、一年之后年看看是柯洁九段能不能复仇成功啊但是上一届申真旭九段是副帅韩国队的副帅副帅、但是他上一届很神勇五连胜嘛嗯包括第五局碰上了这个柯洁九段、嗯、获胜之后韩国队是第13次捧起这个冠军奖杯这个前22届当中中国是拿了8次韩国13次日本1次嗯，而且那最近的这个多少年是中国队拿得多？最近十年中国是八次，好像是拿八次，十年还是十一年八次？十一年啊，对，我之前都是韩国队拿，对，之前都是韩国，好像日本还拿过一次啊、对，日本是拿过一次之后，就是常年都是就是韩国队，对，是冠军。你像今天这一幕，我们是中日韩三国的主将、全都在场。对。然后首先是现在今天是中韩对决嘛，日本队现在相当于是坐二望一。像这样的一幕，没有过，好像。16年前有过，16年前。16年前就是日本队拿冠军的那一届，就是16年是中国队垫底。对，这16年之后，日本队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没有垫底的情况。就是都是最后一名。都是最后一名、啊。对，所以这个日本队也终于是苦尽甘来了 ,16 年的等待 啊。这个杨过小龙女都见面了。啊、所以这个对日本队来说但今年他们真的要感谢景山裕太。对对对。太立了大功了。景山裕太四连胜、是。我看这个图好像这棋盘上来看我们看这个图啊黑棋不太行啊。对。我们看实战它有没有进行啊。嗯。还在想啊，还在想，还没有下。
但我看这个棋谱是没有下的。那这个他是准备把这个后面的几分钟都用掉吗？在这里可能比较关键的时刻，我们这个复原一下哈。好，现在这个这样的，现在对局呢就是白棋112手打，对，现在黑棋我们看画面中，克里九段还在考虑当中。这个是，一个胜负的关键处了，或者说，可能对黑棋来说的话，基本上这是最后一个正身的一个场所了。这地方定型完了以后，假如简单定型完了以后，白棋的实控明显占优啊。那克里九段的这个思考招牌动作，转头发，啊，再惩罚，对。这棋手其实都有一些对局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小动作啊，哎，都有都有，下意识下意识的，对。的，看他这鼠标是要落子了吗？9段对，其实这个鼠标啊，在下网棋的时候，尽量不要去乱摸，这个毕竟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完全是，就是说人所100%能够操控正确的它不像我一个们东那西，个用这个面棋的时候啊，落子是吧？对，你说这个落子落错这个位置，这个太罕见了，啊，太罕见了。对，但是你滑标这个滑标，对，还你是就有碰的，上去的话很容易还滑是标有的，事件，是，对，因为我们经常就是网棋的话，经常会有就是说意外的情况出现，对，这对，网棋这难免的这嗯。种，这种网络上面的一是，些情况哈，难免会发生的。对呀，就而是，且在疫情当中，其实网棋已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想的一个解决方案了。但是你再好的一个方案，总会没有有一办些法，漏洞。对，是，这个下网棋的话，我们只能说它是那个下策中的上策，没有办法，总比没棋下好，对呀。没办法，如果对，没有这个，说实话，棋牌项是。目可以通过网络。如果是一些必须面对面进行的项目，怎么办呢？那就进行了，说不定也好，就大家只对能呀、克服困啊，是难啊，了，是吧？我们这个因为有一个折有一中个的方对，法。就是所以说现在网棋比较多，那你看一些球类项目不就是都是只能比赛是，也还有嘛，对，是也吧？是，你像足球比赛也都有，是吧？欧所冠啦、啊，以，我们那个什么甲级超级联赛中国的但是你也那有。这种国际赛事不就有点问题我们有啊，我们女足拿冠军不是在国外踢的吗？了？是吧？是。对，反正如果是到当时发生的情况了，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不过这个我们确实是，其实就发生情况之后，我们其实也是挺困难的。我们应该提早，我是觉得应该提早，就是说想好这个办法。就前几天，就是落子了。小升和。我们的米一停又出现了超时的状况。好，我们先追上对，棋先局对吧。上棋局。我看又下了好几步了。白棋、黑棋没有在这里下，收先兵打准吃。备。这个是说，刚才我们说这里是先手啊。啊，他就折那打后到的，这儿是不是已经开始读秒了呀？这棋其实可以下到这儿了。那现在可能没必要。他就折到这儿。然后啊，贴这个，冷静了。贴这个的话，这样黑棋没收有直兵，接顶断，这样收兵收兵了，通收兵够了，收控，贴。白棋还往里跳。就是这样的收兵。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吧。对，柯洁既然选择这个收兵，他是不是觉得有的收？对。如果觉得差距很大，我觉得他不会这么选择。这块空应该算白棋立了扳机，可能先合理一我些。来看看这十个目时十一，间啊，这个时间。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20，21223225353637383944141424五四六十七。
57、58、59、60、61、62，黑的65目弱一些，应该是。白棋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50、51、52、53、55、56、57、58、59。倒也还能收一下，这几个当然，如果算死的话，肯定是不行。但是也能跑着打一个，能够跑出来跑是吧？对对对，这个硬要跑的话，就打吃能打出能出来，对对，能跑。差距倒不太大。嗯，仔细看了，差距不算太大，比想象中的要接近很多。对，因为这个，如果我们纯粹看胜率的话，哈，那个。并不是很保险，是吧？它这个胜率，因为它不是给的目差，对。而且，这个人类棋手对局啊，总会是有各种状况发生的。有点问题是，人家都搬进去了，这个地方怎么搬？已经搬了吗？嗯。搬就断了。不，我们先看最简单的。嗯。它应该是这样吧。这个力，这个你有啥意见呢？其实力也可以，但在这样如果他没得到太多，那我再断打是 吧？这样他没得到太多。就说刚才我直接断打，曹老师是说从这里，那肯定啊，哦、对，那肯定，嗯，我度过这样会便宜吗？还有一个我，中间就您觉得中间这边就不用担心是吧？白子很安全。我现在是该我下，还是比较轻松，做活比较轻松的，嗯。但这个是不是便宜？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下法？啊，我看他实战是不是已经挖了一个？他挖了一个是吧？这地方没有，还没有下，还没有下，还没有下。挖了一个黑棋，挖了一个。下了吗？下了。哎，那我这个怎么有一点慢？嗯，哇，对，白棋这个搬有必要吗？嗯，我觉得没必要搬这个白棋。这一哇是什么情况啊？对，什么情况？如果吃，吃他就吃，断打，吃掉。打这个对呀、啊，打就算我这都可以不理了吧？啊，我要立吗？当然是不想立啊！我先这图这提这个，这怎么被你接上？有可能是先手。嗯，我有点不情愿吧？我想提这个，补在这儿是吧？嗯嗯，这里面没问题是吧？但是如果只能这么吃的话，白棋，白棋这个是可以不接，这个不接啊，这就小了呗，先不接吧。哦，那黑棋很厚了，如果将来被黑棋踢过了，是很厚啊。不是，黑棋把这几个子吃了，应该白棋把这几个子吃了，白的目应该多。嗯，比如说白的就走这里。嗯，黑棋踢目是绝对是有问题的。哦，这个目数很大呀。嗯。吃了这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多目，嗯，其实现在黑棋如果能够跑出来，是不是还不是现在不是给你下？你对，我就说这个局部对局部跑出来，如果能够跑出来的话，对，他只能跳吧，嗯，我也跳出来，嗯。哎，其实白棋这几个子也得离家还有一点距离呢，还可以，能有空跑出来很大，这时候就相当于先手跑出来。对，嗯，这个找机会还是能跑一下。对，如果这边能够争取到先手的话，把这个跑出来，是不是？对，失控还可以。
这棋白黑棋不能单断吗？嗯，真的不能单断吗？但这白棋出，白棋这么打了冲下来，他会立，白的有可能接上，倒是。接上，白的是应该接上。嗯，这样这样，白棋刚才下去是一步不好的棋，这样这样白棋好了。白棋也是想在这里简单处理了，抢个先手，这个就边厚很多了。我下面一搬，这个都是木的，对吧？甚至又马上断你都可以了。啊，白的应该接的，这个黑棋不好。嗯，白的不应该下去。实战，实战已经落子了。啊，这个棋叫吃。这样下，啊，它等于是没粘，是吧？对，压过来。哎，那我黑棋能够能先手提一下吗？提一个是不是先手？提一个得硬吧，提一个他先把这俩接回来，你现在这能走回去吗？叫吃是一个打劫，对吧？我甚至先扳住你，只有吃这个啊，这个这有点慢，有点慢，对对对，这不行，卖这个提掉，这再黑棋太白棋太厚了，就这样。嗯，这黑棋不行啊。对，所以没有这么下。哎，他没有这么下。这样，对对对对，那我们看啊，嗯，是这样，这样当然是不行。实战是这样的啊，嗯，断压的时候，黑棋他没有提，刚才说提的话，这个粘比较严厉，所以现在黑棋旺。嗯。骂的话吃，吃他是会接上的。嗯。然后这地方是怎么回事？他这是不是就粘上了？对，粘上，粘上是先手。咦，白棋厚了，中间他倒不下这个啊，他是拆了一个这个。拆在这儿，嗯，他觉得这边大是吧？这边比这里大啊？哇，这个土白的也是明显优势啊！对，我是看着下这个也挺好，没什么。对，这两个可能都不小。对，都。哎，这个也看得很清楚。因为有了这个之后，上面不知道有些什么木，是吧？嗯嗯，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是跟棋局同步了啊 啊， 啊，那么现在也是到了中场休息时间，我们也是稍作休息。现在这个棋局，还有的收是吧？棋局挺紧张，对，挺紧张，但是科技形势不太有利。嗯、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回来。好，一会儿见。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嗯，好的，欢迎回来。哎，这个棋局现在比较严峻哈，比较严峻。嗯、对，黑棋黑棋白棋，因为白棋的中府呢，这个活的已经比较厚了，不怕被攻，对，基本上活尽了、嗯。那么这个目数，黑棋需要追赶。对啊，刚才我们看到的白棋拆，这个拆也是。嗯，这个 AI 所推荐的一步好点。嗯，白棋黑棋这里呢，黑的选择当然它是能够打吃了搬出来是吧？是能够跑出来这几个子的。对， 对， 对。但是它实战选择，它这样打出来是不一定便宜，对是吧？跳，你不管是跳还是长，嗯，反正它都这样。对，你这个总是要花手棋连回去的。对，它是跳下去。哎。
这样我如果粘，粘它粘上了，它就粘上。对，这话虽然这边跑出来了，对，跑出来十几目，但是下边黑棋也是受了一些损失。好像这个图黑棋有被白的挖，皆有断，还有断，很严厉。嗯，是它不一定便宜，不见得便宜。对，所以这个情况也是随时在变化啊。嗯，现在黑棋选择提可能也是正确的一个。对，搬这个，提了搬提。嗯，这样子黑棋虽然这边弃掉这四个子，嗯，但是这里有些收获。还是变厚了很多。那我刚才看到一个图，说是推荐靠在这里，就这个 AI 啊，推荐靠在这里。对，这很严厉，这是要拼一下的黑棋。因为这里面黑棋是有些先手的。对，嗯，拼这个能不能拼在这里？挺好的，这手棋挺厉害，我觉得长好像就可以。嗯，因为我下手棋一个推，对，打了粘回去。对。你如果说白棋怎么补啊？这地方应该怎么补？吃可以吃着补吗？吃着补不也便宜吧？是不是就双着补？这个就有问题了吧？嗯，我随便冲冲不就出问题了？对，打吃，这个它是不是只能长啊？只能长，嗯，对，长的话它也贴，也贴，对，嗯，这个是要碰一下的呀。碰一下挺厉害的，这样的作战是不是一个机会啊？对，但是实战当中黑棋没有下出来这个顽强的下法，他受控了，这就是两种路线对吧？刚才靠进去是受控，对，上靠进去互破啊，那个是比较激烈的下法，现在实战是一种收控，收控那控不够，但是收控是对收控的话怎么样呢？这个收控这是先手，贴木对黑棋来说负担太大了，冲这个这个提掉，提掉啊，不过黑棋是不是觉得因为我这边能够这里冲进来，嗯，这里我能冲进来，所以我没必要破你这点空。对，是不是也是他的，对，也是有他的想法的。但是你毕竟还得换手棋，毕竟你换了手棋之后，嗯，他这里总是摸，嗯。刚才靠进来，其实不仅仅是在破空，对对对，也是在攻击这两颗子，并且还有可能是先手靠进来之后，哎，靠进来明显是更乱一些，棋局会更乱。嗯，对，现在正常来说应该双方都读秒了吧？我看看啊，看一看他这个情况。啊，柯洁九段是读秒了，申真旭还有一分半。哦，啊，他没有粘，把这个吃回来，这个吃也很大是吧？这个吃是不小啊，还是和中府厚薄也有点关系。是后手是吗？会不会是后手的意思？嗯，白棋还是稳健了，还是藏了一下，补了一个，我把这个煎这个，嗯，煎这个比粘一个大是吗？粘一个是后手呗。对。那显然，那现在就是一个收官大官子。嗯，这个是叫吃吗？嗯，他吃叫吃，是不是这表示有多秒了？刚才看是一分半，反正也假如还没多秒，基本上就是叫吃一下，一分钟左右就进入读秒，叫吃一下，也是收官吧，是不是？他是为了啥？就去这里确保是一个有后门，嗯，就是你这个走不着，先手交换，这个就是这个先手走不着，他直接断掉你，不过他也不亏倒是，
这个拐很大。这个白棋下的也是，很稳健啊。哎呀，那个棋，但关键是白棋这么稳的话，黑棋要找机会就比较辛苦。对，你看他就这种长拐啊，长的话就心态比较好呗。你走这个，我就看着被你走了，否则，否则这被他搬过来，确实也是挺大的。对，主要是跟这个你要从这里眼位有关系，单关连会去啊什么的，他总便宜的，这个还是不算小。他都挑最后的下，对，是吧？你看这种长还有拐啊，就在目数基本上相近的情况下，他挑这个厚一些的关子下。对，这个黑的这经验很老道啊。现在黑的局部来说是应该下哪里？这个拐是吗？对，拐。这下面黑的应该怎么应？走这个还是走这个？啊，他下了吗？还没下。哎，我好像觉得黑棋已经超过一分钟了嘛。他难道真的还有时间吗？就在这里搬。啊，一路搬接是吗？脚上这个一路搬砖，这是黑棋的权利啊。难是吧？对，现在棋是比较难，看不见有什么机会啊。啊，黑棋白棋升上去还没进入读秒，还有一分多钟，还有一分多钟，搬了。现在到上面搬，哎，没有，没有，没有，搬下边，下面搬，搬下边。这个没办法，这个被挂，缩挂一下，这个也挡不住啊，只能弯吧。哇，我也顶进去啊！哦，可以顶啊。对。我如果弯的话，顶这个是吗？我好像有啊，当然这是个打劫了，是不是打劫？我粘，冲，直接走出去吧，只能拐，对，一段打劫，白棋敢不敢啊？白棋要不要搞事情？是不一定需要，就是说。但是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有这个棋啊。是有手段，他还没下。那黑的肯定不能再跳了吧？跳又差两目棋了。黑棋现在没有，黑棋现在还没有抉择。假如黑的跳的话，被他又拖在这了，差两目棋了。这两目棋不能忍吧？又被他不能忍受扣掉了。他先搬了一下。啊，搬了一下，然后这里虎，再跳，没有啊。哦，它粘的呀。它是粘，它是粘的，粘着后手啊。没有，粘的它还是。这边就索性就不理了。粘这个吗？这个才八目棋。
这个价值才八亩，显然还是上面大吧。那这个还将来还是要回到这里，怎么补是吧？这边不补，不补白棋是要点吧？点啊，点了以后再走回来，对，先走，大概就这样了。这盘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战斗，是吧？就进入了，进入了这个关子。柯洁的状态不好，这盘棋。真的状态不好。他没有走，就是白。他是白的是搬的是吗？啊，黑的接上白棋搬。对。啊。这里还是得做出选择。对，总归是要做出选择。这个你总是还是弯吧，靠进来再说了。嗯、对，弯吧，这个差两目。没有心情再跳在这儿。对，白棋也不，我觉得白棋也不见得会顶。白的。不过这地方已经冲过来，现在白棋这么厚了，就不好说。白棋。再顶进来损失也不大，就算不顶的话，就在上面刺一次，上面刺一次，搬一搬也很难受。是，我刺也可以，对，刺总是可以的，刺也是很安全的。这个现在这个再来，想要白黑棋想要去争胜负的场所感觉好像没有，黑棋就走了个八目棋，什么都不走了，索性干脆不走了，是吧？这是个八目棋，八目。那这个如果弯的话，粘到这一二三四五六七，那肯定那个打，如果稍弯能够弯着的话，肯定这个打。他是有点这里有点犹豫是吧？就弯一个有还是有点担心这里有味道，但是跳呢又不甘心。但是这个人家要现在点还可以点你啊，你依然还是挺难过的。啊，我如果粘的话，有这个点是不是？是点这个吗？你把我问住了，就是点这个，也是也有可能，当然是可能啊。好像什么都可以了，点到总好的吧。哎，这里他先交换了一下，应该是白棋应该是读秒了，是不是？嗯，交换了之后跳，一路跳，先手，应该也比八目要大，这个。这个黑棋要补，只能这么补，是不是？是，这么补，那已经相当于先手便宜了。也还好，倒是也好，你如果只能走这个的话。走这个的话，我等于走，走这个等于退了，也是退，等于现在是这手棋，倒是也还好。那，对吧？你想，你如果不能走这个，这个地方它确实不太大，也差两目棋啊。这个走这个是撑住两目棋，但是怕白棋走这类的棋。他是走这个。去提，去搬。白棋确保自己的联络，是不是？对对对。下一手这打吃先手，这个一手棋就连回来了。那不是，不用打先手也是连回来了。要不要团他一下？团他应该还会走吧，挺大的，是吧？那我先团一下，团一下不亏，是不是？先团一个。对，也许不亏，但也没什么便宜的。你被你打就打呗。
因为你团名木，这个不是木，嗯，不要团，没用没用，对，这不是木。现在那这里还是得有一个方案了。他不理了，他不理，就不理啦。对他走不好的地方不走，不走，早晚也不是个地方，也不是办法。跳了。他就把两个吃掉也很大。对啊，这个现在黑棋是能够吃掉这两个子的。对，这个不跑不出来，只能打。嗯，黑棋白棋就是这么扎实的把这两个子吃掉，将来上面还可以打。嗯。现在这个实地是什么情况？盘面能够领先吗？盘面胜负可能是盘面胜负。盘面胜负啊。嗯，盘面胜负，黑棋盘面还能好吗？好也就好的很有限的一点点，那很难了。对，现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没有这个白棋很厚啊，白棋全盘巨厚，巨厚。对，你看白的是越下越厚，白的把这个打吃掉。嗯，就把这个都藏掉。嗯，这个哎呀，这个黑子还怎么下呀？深圳酗酒段这一年多时间真的是啊，太恐怖了，是吧？嗯，这个现在已经是前不久又拿了个世界冠军，所以是三冠了，是吧？嗯，已经是三冠王。主要是他这冠军都是最近这一两年获得的，对，势头正盛。是是，嗯，这他是接上。对，因为这手棋本身目数也比较大，已经是一，嗯，这个一。二三四五，如果吃我不走的话，就是六七七有三分之二，这手其实后手七有三分之二，哎，很大。那白的就把这吃掉了。对，白棋就是挑最后的下，然后黑棋是虎，虎这个去长。长。现在就看中府这个定型，这个目数定型了。没有什么好看的了，这地方黑棋最多就比如说加加吃两个，这个提掉跟是不是能走着还不一定，走着就这样。对，主要是可能差距目数差距是有点大。你比如说看这样，是吧？嗯，也就这样。如果是盘面胜负的话，那这个太难了。这样你太难追赶。我们来看一下目啊。好。这块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嗯。四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嗯。七一、七二。如果算到七三，顶死了，嗯，黑了七十三目，这就算一目啊，算两目了，算两目啊，哦，已经算两目七十三目，嗯，白棋因为这一带黑带有点薄，白棋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五四六七四八十九，嗯，五十。五十一二三四五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十八，这牌没拿过 啊！我没有点错吧？这棋白棋七十八，刚才点黑棋是多少？七十三，七十三，白棋都七十八了。黑的七十三，我会有什么地方点错吗？十二十二一。一呀，十、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嗯，
这个提了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加九木，46、55、55、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真是有那么多。哎呦，就是被白棋扳了这一代，好像黑的又亏了。那飞不走的话，黑的是不是就只有75目不到？ 1、2、3、4、5、6、7、8、10、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9、51、52、53、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1、92、93、94、95、96、97、98、99、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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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现在黑的盘面还是好的，吓一跳。看我们实战，他也下了几步啊？他是刚才我们摆的是这里，拿掉，是吧？这样子还原了吧？盘面还是黑的要实在是要好的。嗯，点一个盘上。嗯嗯。然后加在加这个，为这个打吃先手可以顶在这儿。嘿，这下子也有意思。然后虎，嗯，跑出来。对，还没跑，还没走，应该是跑出来，跑出来接上是吧？这个是大的。嗯。嗯，跑出来。跑出来，接上，应该是这样。嗯。那黑的还是提不出木头的棋。六五半，你这个棋是贴六五半。六五半，对。好一点。啊，这贴四目半是胜负了，还可以拼一拼。贴六目半还是累，看不见希望。现在目前看不见希望。嗯、太难收了，主要白棋厚啊。嗯、我这个地方刚才点目是这样点的。那可能也就差不多，也就这样。嗯，因为那白棋是不是可以？差不多就这样。白的应该黑的应该能够走着。黑的比单冲要好一些，老师好一目棋啊。对，白棋我比较要抢先手，还要粘这个、也有这个的可能性，但是打吃街上这个地方也差两目呢。嗯，差一目两目棋。嗯，所以这个棋也是挺大的。白棋把这个走掉，啊，这个也不小呀。黑棋这个点不一定便宜，这个提没有了。对，但这样等外面多两个刺。多两个刺，再把这个冲一下，就打僵了吧？嗯，这个冲本来就大。对，先手两目，两目不止，两目三目，嗯，这个是要走的。对，这个要走。嗯，就这一带。这一代现在有没有空走啊？还是吃这个？还是吃这个？还是这个大是吧？这个吃掉也四目了。这个长一个，将来白棋要走是就冲着吃，嗯，冲就挺实惠。这个也挺大。这个要粘还是长？不好说，还是粘吧，粘还有可能。能多围多围多一点，对。嗯，还是这个先撤，估计小生是会接的。哎，还没走，还没走，嗯。
来考虑哈。他现在因为现在双方都进入读秒了，白棋有60秒一步的时间，白棋这个叫吃一下，白棋的叫吃能叫吃着吗？叫吃着这个深针续九段是拿了一个什么润唇膏吗？在涂这么悠闲啊？啊，我说他这么悠闲不知道。哎，我们中国棋手也蛮喜欢涂些什么清凉油啊之类的就是小习惯是吧？嗯，这是棋手的一个对局习惯了。对，打吃这个了吗？啊，打吃提掉了，他然后再粘上。他也没提劫啊。嗯，粘上。那还是要看是这个还是中副看怎么收。他确实，你在先想这个，就是这个接还是长，这个也是大。对，我说这还有这个吃，还是从这对这两边的官子怎么收最好呢？一会儿就。柯洁就会给我们答案。对，看一看哪个大。吃是也蛮实惠的，就是看得见的就吃掉了四目棋。嗯。或者是刚才曹老说的这个加是吧？也有可能。对。也就盘面上面其实比较大的官子就这几出。这个应该也是四目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四目棋，后手四目。啊、哦，但是。他是打吃了吗？打吃这个，打吃这个了，打吃这个。嗯。这个，真打吃这个了吗？对呀、啊，白的应该不接了，这小了。打下一手是几目棋啊？提掉。两手粘上。三目多一点。绝对不到四目。那你等于两手棋才三目。对。那为什么打这个呢？这小了小了。这个肯定不如这个大还。白棋粘。白棋粘上了。嗯。对。这个黑的又小亏一点我觉得。难收，嗯嗯，这盘棋白棋好像下的一直下的很稳啊。嗯，柯洁是比较不发挥这盘棋。对对对对 对。其实柯洁九段今年、嗯，这是他今年第一场国际比赛啊，那肯定是。之前是都是国内的，国内国内围甲和也特别少。天元下了五盘棋，四胜一负啊啊，其实还可以啊，成绩，就是前两天的天元赛也是二连胜之后进入了八强。但我们棋手对局量还是少。申真旭今年是多少？下了15盘，哎 ,17 盘吧。不止15盘。十几盘棋。啊。好像17盘。十几盘。哎。才17盘，我觉得的感觉都不止是、嗯。因为韩国人家这个春节期间也是、啊、也是在一直在进行这个联赛的。去年整年 ,2021 年整年的对局量申真旭起码是柯洁的一倍。哦。并且他们几乎都是面棋。嗯。除了国际比赛和围甲之外都是面棋。韩国的国内比赛都是面对面下的。对。所以我们就说真的还是这个体育，其实围棋我们现在也可以归为这个体育啊、嗯、体育竞技、啊、体育不是现在归为体育对体育竞技的这种、啊、发展规律真的是要尊重的，就是得有一些这种科学的训练方式，对不对？嗯，那是嗯，科学的训练方式是一个，然后最笨的就是要以前我们对运动员来说也有什么叫什么几大什么三严三大什么就是就大运动量，就也我记得起码是就苦练是吧，你必须是要这个下苦功，这个三重一大是吧，当时的口号是吗？啊，对，有三重一大、哦、哎呀，这个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可能有这个三个重，嗯，可能记忆不完全正确，当时是会有的。 对申真旭肯定是比较这个训练量是比较大的啊，很用功，非常用功。哎、嗯，他是走哪了？他所以才可以
几十艘棋，三十来艘棋，对，这个有点三十秒，有点吓人。五十艘棋用一分半，太输了。关键他下的很有信心，是不是？嗯，信心是。他很有信心，知道这个棋到底是谁和谁优，对，他心里是有数的。这棋手之间其实差距非常的微细。他走完之后，他是还是提这个了？不，他先粘啊，现在粘这个。粘完他就提这个。提，对。是啥道理啊？提那个。提的时候白棋补。白的相当于也不用补补。然后走这个。嗯。哎，他是走哪个？他是可以把它看作是就他不要，就是白棋选择这个定型不选择这个定型，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样，嗯，白棋必须是挡住的，嗯，白棋这地方有一目，嗯，我们可以看见了啊。然后你走了这个呢，这地方一目没有了，然后这地方一目也没有了，对，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当黑棋走这个时候，白棋是有选择的，就是说一个我可以走后手，就是说走这后手的意思呢，我白的是要逆收两目棋，嗯，然后走这个呢，白的就放弃了收逆收两目的一个官子，对，你差一个先后手，嗯，对，用两目棋换一手棋，换一个先后手，对，差两目，就白差两目的，白差两目是这个意思，从理论上来说是四目棋。对，我们理论的官子价值，先手两目等于后手四目。这个收的还是比较快的了，后面。嗯。嗯。一掉白。顶上，嗯，长，大家都有目，现在就没什么太大的了。冲这个，冲这个，住，打吃的大了吗？就打吃了。嗯，打吃了。嗯，接上，两目墙。已经走到这儿了，就是没了，官子就没了。嗯，我这盘棋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激烈的这个战斗，怎么就对是吧？就收兵了。这个真的，这是这是不是黑棋的黑棋对形势有误判吗？不太像黑棋下，不太像这黑棋，不太像柯洁下的。对，就我觉得是不是有什么误判？哎。这他是不是之前什么时候在这儿交换过的啊？找个劫啊，是不是打江还是什么？可能那是他提了一个啊，有可能，对对对，拖了一个，对对对对对，嗯，我当时就有点疑问，怎么没提劫？嗯嗯嗯，是，然后这个冲了一下，这个冲了一下吗？我在想黑棋一个是形势有可能出现了误判，还有可能他认为收控的话希望更大。当然是。是吧，可能就两个可能。嗯。因为说实话这个你要在短时间内要做出一个抉择 ,60 秒之内做出一个抉择，也是一瞬间的那种选择吧。嗯。这其实还是黑的随时。嗯，是不是随时可能投资任务。哎呦，已经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这个棋都已经起，两位棋手已经是起身离席了。那么就应该是粘是最后一手棋吧？嗯，对。冲完粘了以后，是。那么就没有数棋，这个对啊，柯洁九段应该是中盘负于申真谞九段了。那么，本届擂台赛，那我们中方是所有的比赛就结束了。对啊，是的。明天还会进行这个日韩的最后的一个总决赛，
看他们两位，明天日本队还剩一个伊利寮，伊利寮九段。伊利寮对。伊利寮在日本其实也是现在是二号人物了。二号人物，相当于二号人物。他伊利寮的话，离一号人物就差一盘棋，现在、嗯、就是他跟景山的棋圣战的七番棋的决赛，现在伊利寮以3-1领先。对，就他如果再赢一盘。就是这个就七番棋中他再赢一盘他就在日本排位第一了。因为他只要拿到棋圣，日本是这样，只要拿到棋圣就排位第一。就排位第一。虽然景山现在是一共有5个头衔，是五冠，但是你如果丢掉棋圣，那么你的顺位就应该是对靠后了。因为他是最大的头衔。对对对。棋圣战最大的头衔。是。这盘棋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曹老、嗯、还有一点时间，还有10分钟。那么嗯。就是也请曹老跟我们总结总结这盘棋哈、啊。这盘棋有点，这盘棋因为有点压抑，有点压抑，啊、对，因为这盘棋过程中有点压抑。这个是一个重量级的对局，其实大家非常关注，嗯、是不是？中韩棋手都非常关注，嗯，棋迷也是非常关注。这个我们说了深刻，这个科深大战什么时候都是，目前来说哈是代表着人类最高水平的这么一场对决了啊，又是在农心杯这个中韩主将的这个舞台上。但是从这盘棋内容上来看，是有愧于这个说法，不能说真的是人类最高水平的棋，就是这个水准的话是有问题、嗯。我觉得今天柯洁是绝对绝对是超低水平发挥啊、嗯，这个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是吧？这个黑棋。虽然说两位棋手之间其实胜负啊，嗯，谁赢谁输都正常，正常，对吧？本身是正常，但是正常的，但是说是正常，对，这但是柯洁今啊不是就是孙正旭今天赢了这盘棋之后，对我们中国棋手已经国际比赛已经23连胜，这个记录可能还要继续，有可能还要继续。嗯、这个结果你不得不承认，现在孙正旭就是强大。那肯定是，这强大是大家都是承认的，嗯，没错，对，是这样。不过呢，就是我们的棋手啊，实际上，当然，比如在围棋比赛中，这个也是赢，嗯、也有赢孙正旭的，那也赢得挺漂亮的，也有、嗯，包括就在这次农心杯的比赛中，其实实际上小米。跟他对战的时候，一度是也占据了压倒性的其实优势。小米和这个申真旭是等于下两盘嘛，就是第一盘的时候，啊、那个前半盘真的是两人这个水准非常的高，对，是吧？对，前半盘，而且是小米基本上，如果顺利进行的话是。对，几乎是拿下的，是的，但当然后来在就是在这个上面已经乱了，就是在出事故的。瞬间前一步棋对出问题了，嗯，然后呢，慌乱之中呢又落子的时候后，就出现了这鼠标点不上去的状况、嗯，出状况了。这个、啊、对，其实但那盘棋的前半盘确实是两个人下的太好了、啊，对对对，两个人这个水准非常高。对，就那盘棋也是很有，就小米获胜的希望非常大。在一度90%几顺利了、嗯，就是、嗯、是很有希望去遏制住这个，就是终结他的连胜的，甚至是的连胜。就是小米那盘棋，就是其实那盘是没有下完的棋了，没有下完棋的，白棋是小米的白棋，落在棋盘上的最后一手棋，嗯，这手棋小米降了很多胜利，对对，本来是很好的好局、嗯，是，当然就是。小米的那盘棋，那次棋出现了这个意外的事故之后啊，我觉得啊，嗯，就是对后来虽然是加赛了，但是对小米的心态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点波动。对，我是觉得，就出现这样的场，就是小米出现了所谓的超时的情形，嗯，就是当时就是应该有一个很明确的判罚，嗯。因为在这个之前已经出现过这个情况了，在前年嘛，前年农心杯上，因为是那盘是朴廷桓对范廷钰嘛，当时是朴廷桓超时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如果再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就是应该怎么样判罚？这个是一个应该有很清晰的一个说法。嗯，就是说
比如说主办方农心杯主办方应该讲明白了，嗯，以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办。但是这个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网络或者是这个软件的问题呢？不是，我没有说就是说因为软件跟网络问题出现你应该怎么判。比如说你可以规定出现网络的问题，嗯，判怎么样判，嗯，你都有一个规定，网络是必然会出现问题大概率因为往期的话大概率会出现问题。就是您说的怎么来界定它到底是人为的因素还是这个网络的因素，对吧？怎么样界定，界定完了怎么样判，哎，总不能出现像那天那样的情况，当时就是实际上已经是判罚小米超时付了， 嗯， 嗯，对吧？就出现这情况，我作为但实际上这样子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说但是当时我印象中在韩国的网站上一直没有宣布舒淇的这个，对，但是可能没有被判负的消息正式出来。就他没有正式，可能当时的就是说第一时间给我们中方的信息，就在私下沟通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已经算是以这个对有这样的一个意见，但是后来呢，我们又跟他们协商。最终的结果是重赛，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协商的事情，没什么好协商的，应该我觉得比赛的话就是按规则来，应该完全照章办事，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嗯，对吧？对，我都觉得整个过程啊，不是很严谨，就是吧？对，怎么叫是什么仲裁说谁，然后仲裁是有中方一个，韩方一个。最后三位仲裁有两位韩方啊，相当于是这样。什么叫能仲裁判呢？这个，然后还后来还更改过来。嗯，就您是您是出于作为棋手的角度的话，对，我是觉得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出现事故了，就是比赛出现意外情况，嗯，就小米也好，作为当事人也好，嗯，他自己内心都能坦然的接受怎么这个，嗯，这个。如果是有一个明确的，如果你不判小米超时付、啊，小米肯定没问题啊。你规则上很明显，嗯。现在这个结果最初是判的小米是超时付了，嗯，就有这个说法，并且已经是几副有些网站已经是结果已经登出来了。对对。然后最后呢，好像又向小米捡了个大便宜似的。对，你说从，这个，你是站在小米的角度来，这个我觉得或多或少呢，对小米的心态还是可能有点波动啊。第二局在下的时候，有可能是有影响。对对对，是，啊，好的。那么，哎，反正很遗憾吧，这个比赛总是有充满各种遗憾的啊。对 对， 对， 对，而且这个这盘棋最终，我们科技九段本来我们寄予厚望的这盘棋，嗯，但是可能这个。不知道是他自己的形式判断还是别的什么因素，嗯，这盘棋下的让我们觉得，嗯，最终是可能牌面是贴目是要肯定不行，对吧？贴不到六目半啊。对对 对， 对。最终虽然没有数棋，但我们判断可能是要稍微差一点，嗯，也不会有很大的差距，可能两三目左右。哦，这个对他们的顶尖高手来说差距已经比较大。嗯，是。好，那么。哎，那我们很遗憾，这届呢，本届农心杯呢，最终呢，嗯，是中方，我们是率先出局了。明天将会迎来这个，嗯，这个日韩的最终的一个总决赛，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嗯，谁拿到本届的农心杯冠军了。那么今天这盘棋呢，就给大家。